多疑了。哦、你不是啊，就你不要把你们两个平常的状况盖出来、啊。这个叫钱，然后对钱还你是不是？这个叫裸体。你们为什么要你们两个裸体在这边互相丢钱？钱给你，我们两个裸体。我们要交换那种东西，交换金子。欸、交换金子，不要念出来。100分，100分，太猛了，太猛！这都是他们平常的事情，太扯了，再说，我就太扯了。嗯，办婚这是我政府的，结婚贵死了，搞什么？结婚贵死了，搞什么鬼？抱怨吧，结婚很贵，办婚宴要由政府出钱。啊，杰克马上赶到，然后我说要那个，你不是说秋嫂秋嫂不是在你旁边吗？啊，可以按就结了，超贵的，政府吧，政府帮你结、欸，他是政府人结婚是不是？帮你、啊、跟政府结婚吗？政府帮你结婚，我找到另一半，然后跟他结婚，政府没关系，我帮你跟帮你娶他，你找不到另一半的政府会帮你，没有没有。就是强势弘扬盖的。政府秋风不到另一半，政府会帮你。对啊，对啊，这个就像这样子啊。单身去散，政府主动帮助单身族媒合，人人都真的很标语。哎、欸，这可以、欸，哎、欸、屁孩屁孩，不要吵闹。这个政策可以，这个政策是有希望的。对啊，对这个政策有希望，好像一个最合这里面最合理的一个。可是。最根本的问题没解决，就是想要结婚的人没有钱结婚。这是怎么？是怎样？不是这怎么合、那個、合理、欸你？不是你自己看他那个，他为什么一排一排女的，然后又有男的？哎、欸，你是歧视吗？他这个头 是什么？有米？为什么有米菲？哎、欸，我有猜出来，我有猜出来，你想表达什么？刚刚摆的都是米菲，刚才全部都是米菲哦。法师，你是想干嘛？法师，不是我啦。不是啊，这同性婚姻啊，你看已经合法啦，有什么好？早就合法啦，还有啦，啊，我就以为那个嘛，对啊，以为哪？不是，因为他一排女的里面就有一个男，两个男的啊，两个男的，对啊，然后左边这排又全部都是男的，对不对？我猜的方向很合理，那、啊、所以我刚刚还是全部放米菲的头比较好，就对了。还有米菲有男友，还问到不是、啊、我要看头颅啊，头颅就有个米菲啊，有个米菲，不是巫师吗？哎、欸，里面是死路哎、欸，啊，单身凑不起来吗？里面是死路，走出去啊！法师变得在意这一点哦，他非常在意这个此路不通，有没有？想一下的，也不是此路不通哎、欸，被拒绝了，被拒绝。政策跳票了，这根本就像是人类改造工厂。跳票了，太好笑了！进去之后改造什么？哦，吃兔子！我要吃我的巧克力！我吃兔子了，吃金子的交易，吃金子！哎呦，哦，红色骨头，巧克力你是有感冒吗？自己吃，你自己吃。巧克力， hey. 你是有感冒吗？还是？哦，对啊，哦、我想说声音不太一样。早日康复，早日康复。然后刚刚哇，早日康复。他刚刚那个背景怎么调？那个吧，刚刚应该是在这边调的吧？对啊，这个啦，刚刚变这个。哎、欸，好了，我不能再盖裸体，我不能再误导大家了。你总算意识到了。你盖一次裸体就拆一次裸体，有没有？你会直接影响到题目的内容。不是，是你们都往那个方向想，好不好？那你就不是你该裸体，我们拆裸体有什么问题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干什么拆什么，不就是建筑大赛的精神吗？对啊，往那个动作、啊，我们拆穿有衣服那才奇怪嘛。往那个动作或事件嘛，身上不重要啊。所以你们交换精子吗？很重要啊。你们交换精子嘛，对不对？那个事件嘛。可以，很可以。可以，下一题了啦。下一题啊，不是要发车了吗？你们？发、嗯、你们要发什么车啊？你们想要发什么车啊？裸体的理由，这个好像之前就有过。有啊，这个有。对对对。不穿衣服的理由。对对对对，上次是这个。对 对, 對, 對。很久不久之前就有了。对，我们有猜过。
我在场。你在场？那个没真的没穿衣服的也在场啊。那边穿衣服的理由。会冷。怕冷。不行啊，真的要导师的名字啊。我觉得盖不出来啊！对啊，盖出来都是一个样子，好吗？对啊，盖出小黑人了，盖出来都是裸体的样子。哎、欸，对你太有利了，这样不行。我擅长，我擅长。嗯，讲什么嘞？作者说经典地图好像有问题，都会是木头、欸。哎，啊？哦，你说1.15，对不对？那我选没有是选蜜蜂啊，他弄错了，蜜蜂搞蜜蜂，所以反观你可以选其他的组合。好黄哦，好恶心哦！会不会等下都是密集恐惧啊？有一点，还是晚上的，晚上感觉还不错啊。好啊，这个晚上会不会很暗？啊，这个，否决权，都不用否决权。我爱吃塑胶巧克力了。塑胶，你动这個，你动这巧克力弄手嘎子了哟。大波路啊，大波路稻田吗？哎、欸，我发现我越来越不会盖的原因是什么了？是什么？因为现在盖都是一个事件。哦，都不是人啊。对，以前都是一个雕像或是一个建筑物就好了。哦，对哦，先进化啦。对，我们盖出一个故事。题目哎、欸，题目要还要速度哦。喜欢什么类型的？哎、欸，你还没猜，你还没猜。导师类型。导师啊。类型对吧、啊？喜欢要发车就发起来嘛，对不对？你们真的很想发车哦。我 OK 啊。反正他一直在红标号。喜欢什么 style 的服装？服装哦，哦，好，喜欢什么风格的服装？对，这是什么意思哦？裸体，不论是你自己穿出，什么也可以，对，你懂。就不论是你自己穿的有没有，还是你喜欢看别人的这个服装穿着，喜欢什么风格？风格啊，还是怎样啊？没什么特别的。你看法师否决你哦，不是、啊、我说就是法师没这困扰啊，一般风吗？一般穿是不是都是那几种？不是空姐、什么护士、学生，就是那几种，是不是？盖出来又一样了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你们服装好奇怪啊？他们好奇怪哦，他们正常人都不会穿这样啊，他们好奇怪，他们在发车。正常人的服装就正常的服装。正常的服装，我觉得学生很正常啊。我怎么选？应该说学生很正常啊。不是怎么讲？这是制服。像你现在穿成怎样的风？你讲得出来吗？运动风啊。啊？颓废风啊？啊？裸体风？居家风？啊、你是裸体风？我帮你讲。裸体风啊。午秋风。我再被自己呛到。不要再发这种车了！午秋风，嗯，好难想啊，好难想，对啊，难想哎、欸！怪力乱神，我刚刚看到怪力乱神，带有动作的人物，带有动作的人物，啊、这个不就是要发车的意思吗？我觉得你每个都可以发。我觉得你，我在前面按一个，感觉可以发车。发的没有啦，没有。想象力也是可以啊，对，事件一样可以发，发的很合理。对啊，修水管啊，我修水管。我大学科目不能被挡啊。科目是自然家教啊，是不是？自然就是野外啊。我觉得不要这么重邪，我们应该要轻松一点。要怎么样？第一次开口，然后搭讪哦，哎、欸，这个可以哎、欸，我觉得如何破冰吗？对对对，如何把妹？如何开口搭讪？第一句吗？第一句搭讪别人的方法、啊，可是这个有人没经验呢、欸。想啊，嗨，
然后就嗨，然后就转头了。怎么样？嗨，绝对被打枪，好吧？我就如何开口搭讪？如何开口搭讪？好啊，好啊。开口搭讪，那我们怎么盖？请问有会员卡吗？看一下要几个字好不好？都找店员对不对？欸、这里这一件有买一送一哦，要不要再多买一件？字数选择字数限制这个才对。请问你的电话是多少？可以帮你查。还要字数限制哦，太过分了啦！第五个字哇哇，太过分了啦！不是你啊，没第五个字吗？你养吗？哈哈哈哈哈！谁拉枪了？没事的，帮你抓抓背嘛，不行啊！他问你要不要养猫啦？怎么了吗？问你要不要养我？你这题目是搭别人的方法。你要不要养猫？搭上别人说什么？第一句好不好？第一句多一点呐、啊，这个字太少了。好了，可以再选一次。可以摸吗？你家的猫有空吗？太傻了！太傻了！在家里养猫，养猫在哈喽吗？养猫，养猫，养猫，养猫吗？养猫，看吗？有没有？看吗？少，越来越少字，有没有？怎么变成养？养，十一个字了，太臭了吧！就十一个字好不好？很少要很多会这样。十一个字哦，哎、欸，要不然十一跟三的折中啊，七个字啊。好啊，好好，七个字好不好？搭讪七个字。好，七个字，七个字，七个字，搭讪。搭讪七言绝句，开始。我的天哪！救命啊！哎、欸，我就搭讪七言绝句。得摸吗？会被告哎、欸，跟你讲。七个字哦，七个字，我想一下。哇七个字哦，啊，这么几个字、啊，可以打散人哎、欸，厕所一下，厕所一下，四个字而已吗？四个字而已，一二三四五，想一下、啊，想跟我去厕所吗？七个字，哎、欸，我想想，七个字，七个字，七个字，这是七个字啊，可是跟题目完全无关。小姐，请你好啊，哎。刚才念出来了，那么像不是谁输出这个啊？不好说。我想一下，哦、其实这个是我朋友教我的，但是我觉得很烂、嗯。不过我觉得现在是可以把它搬出来的、哦。所以是撩撩妹的那种也可以啊。撩妹？哎、欸，对，哎，应该要搭讪吧？可以很不正经的吗？哦、你也想正经啊？你想不正经是什么？板子之类的吗？不是，没有黄。哦，哎，啊，没有，随便啊，随便啊，你们想打什么都来，就可以打什么。这句是我朋友教我的，现在该拿出来了。这太直接，这太老套，而且超粉的哎。想一下、啊，如果撩妹语录哦，哎、欸，这个其实我也略懂。你不要讲话好了，你之前烂透了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我觉得这个很好啊。我觉得我那七个字。那个不行啊，大概就这样。讲什么啦？这是莫名其妙的这样啊！就没有用这种，没有直接搭讪过，好难想哦。对啊、哦，真假的？你看，我就说会有人没经验啊。就你爱在那边抓的人就搭，就是你平常爱搭讪。对啊，抓的人就要搭你这个人，刚刚好，合呗。我 CS 有龙炮，可以。哎、欸，真的，哎、欸，这个不行啊，僵掉了啦。哎呦，哦，哎、欸，我知道，我看到，等一下，我这个，我想到一个，等一下，杰瑞，你该不会也是、那個？等一下，我很怕你给我撞哦，我等不正经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有什么那个源来源是？这个跟题目才没有关联，这种东西大家不行啊。这别的东西也不能偷、啊。要冲过去跟陌生人讲说什么你喜欢小动物吗？他们会觉得你神经病吧？是啊，对啊，是啊，对啊。然后这下一跟他说我的靴子里有蛇，我的裤子里有蛇，我的裤子里有蛇，我一只大眼蛇，
我这里有大眼蛇，你要不要交换？你要不要来来看来我家看大眼蛇？不要，我要正经一点啊！算了，我不要这句。好了，我觉得这个就好了啦。看看朋友教我的能不能派上。啊！屁孩，你要听撩妹语录吗？不要，等一下。